여생 하이. 你让人家一辈子都不敢探险的。有声音，有声音，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人在走路的声音。你太恐怖啦，人家都吓跑了哎！这样打招呼错了，应该等照过来的时候跟他说嗨，然后追出去。你让人家一辈子都不敢探险的。啊！你好可爱啊！我现在很丑，素颜呢、啊，不要拍啊！那你看右边。会红的不是他，是你的笑声。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平均寿命低的关系。